米煎蛋。拿一张纸的虾米，洗干净后剁碎。准备一个小碗，把鸡蛋打进去。这里我们用了两粒鸡蛋。加入剁碎的虾米，搅拌均匀。加入一点酱青，重口味的朋友可以加多一点。继续搅拌，热锅加油煎鸡蛋咯。喜欢我的视频吗？请帮忙订阅跟点赞哦！更多的分享视频将会一一的呈现给你们哦。